培正中学今年诞生超级女状元招彩日，佢选修生物、物理同埋化学科，而其中英文科更加系四卷全考获五星星。太感恩啦！即系我估唔到我自己系可以做到状元，所以真系我真系要好感谢神，我嘅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佢真系佢俾我嘅系超乎我所想所求，咁所以我真係感謝神，我覺得即係起碼我已經即係盡咗力啦，我已經用盡咗我嘅努力啦，咁所以其他嘅嘢就交俾神，即係佢喜悅我做狀元嘅，我真係係感謝佢，同埋真係好想即係如果我真係我而家真係做出狀元，我真係好想去傳福音。赵彩日就话：未来希望升读香港大学嘅医科，立志行医。笃信基督教嘅赵彩日更加话：耶稣系佢最敬佩嘅医生，唔单止医治疾病，更医人心。接受访问嘅时候，更加积极献唱诗歌避难所，并且多次将荣誉归于神。在世间再没有别人可以抹去我的是谁。我的一切全属主你，我的一切也都归你。耶稣，耶稣，作我避难所，你吩咐你的使者保护我，用你的双手托着我。耶稣，你闭着眼观看，真已应允我每个祈求。每个祷告，耶稣，我只要你，耶稣。头条日报十七周年，生日快乐！